Jesse Shot Wing， 呀！所以你又要让人家看见，有些队伍的后面跳得很好，哦，好的是前面，
反而是平平这样子，大家在看，快结束了吗？快结束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就是我们会看有点累，因为看到三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有二十五组，对对，有些比赛可能更多初赛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子让评审醒起来这样，让观众也醒起来这样，这是考验大家的勤奋。好，谢谢。OK， 再一次谢谢肖玉老师精彩的讲评。OK， 果然是很精湛哦。